个光是上来的，天哪，这个鱼啊！这个一个，然后呢？稍微往后，稍微往后，这个是大的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有多少钱？这个？这个大概在五千。啊，这个哪一个卖给我吧？啊，这个拿回去干嘛？哎呀，你看看嘞。这个土豆酱就是可以自己设置，就是你自己往里传，装了多少东西啊？它的量很小。在哪里啊？你说现场拍一个就可以拍一个。我再带你，带你再试一次的呀。这个豆酱，这个杨哥，你带你怎么卖的？没有没有，我们今天这个进来干嘛了？现在主要是商业广告，我们所有的产品在这个上面你感受不出来。我们上海这边，我给他做了一个logo的东西。你们注册给我一本吗？我们没有卖。那你买呀？怎么买呀？不用，不用买。加微信吧，加微信是吧？哎呀，你能不能现场拍一个视频？现场拍一个视频，那个票小朋友小心点往下看，是哪里呀？卖任何的产品，哎，卖任何的产品就要对这个上面做啊，卖任何的产品就要对这个上面做啊。啊，真的，那产品特别好。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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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们如果 KTV 想场地也可以出去在这里选啊。厉害，这个啊，买了没用，这什么东西？